要有自信啊！你是最好的，知道吗？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我心中的一团火，不会熄灭，甚至可以再点着它。喂喂喂喂喂，走走走，走啊！看不起我啊你啊！ 演员 OK 了，OK。大哥在哪儿啊？那边呢？大哥，你为什么不躲他呀？哦，我不躲他呢，是因为导演还没喊卡。我既然是一个死尸，当然是不能动。你这个死胖子，其实啊，我是一个演员。来，那边请，找不到吗？浪费时间。现在来了，吃不起啊？没问题，能够做娟姐的替身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导演 OK 了，辛苦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